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能够做一个全心爱我们。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讲，耶和华说啊，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主啊，我们多谢你，多谢你以往的事宜，我们来到带领我们每一个这个CGBC 的这个外展的教会。主啊，第一我要献上感恩，因为我睇到太平、天乐、万灵梦，甚至金宝嘅呢一个事工被建立，唔系因为人能够做嘅，系完完全全要交托俾神嚟，系因为按着神啊你嘅呼召，按着神你嘅旨意，按着神你叫教会嘅要做新嘅事，因为你俾我哋一个新嘅意象，一个新嘅方向。当我哋做新嘅事有时候，主啊，我哋系需要神啊，你继续咁样嚟到高立。每一个事工领袖在这个四个地区的当中，在万里蒙啊、金宝啊、太平，甚至这个段落，主啊，你继续带领我们，好叫我们向前奔跑，忘记背后，好叫你继续这样来到向前，来到看到耶稣基督你的十字架，你的爱在浇灌在每一个这个四个这个外展的教会的当中。我们知道主啊，不是靠我们的势力，不是靠我们的全能，不是靠我们的自己的聪明，那是完完全全靠着圣灵力。主啊，我们方能成事。主啊，我要将我们每一个这个地区的这个领袖都交托，将我们的事工交托，将我们的家人都交托，将我们主啊，我们的牧师所策划的每一个事情都交托。祷告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灵祈求， Amen Amen， 哈利路亚。我们的牧师的摩托啊，成日讲是什么？我们有一个赐福的神，啱唔啱啊？弟兄姊妹，成日讲我哋一个赐福嘅神，所以我哋系一个蒙福嘅人，有盼望冇失望，系咩？呢个系成日讲，我成日捉住嘅。佢成日讲呢句做咩？有得做，执到了咩理由呢？一时弟兄姊妹做下会攰噶，攰嗰时就唔想做啊，唔想做嗰时候开始计啦，开始计嘅时候咩？退缩啊。所以讲有盼望冇失望。当你觉得你好失望嘅时候呢，你记得系讲呢句事啊，有得做执到啦， Amen。好过冇得做啊，喺床嗰度摊住嘅时呢，冇得做啊，执乜嘢啊，乜嘢都执唔到啊。但係当我哋靠着佢俾拎手嘅意象同神嚟嘅，你带着咁样好似个河咁样，跟住个水咁样流住去，你咩都唔使做㗎，你系靠着神囉。靠着神，但是你要不要去聚会呢？你要。你要不要去小组呢？你要。你要不要祈祷会呢？你要。你屋企要不要祈祷呢？要。但是你跟着这个圣灵这个水河咁嚟到流呢，你睇到神一定会做新嘅事。Amen， Amen， Hallelujah。咁神有做新嘅事呢，除了我哋嘅牧师嘅生日20号你喺香港啊，所以我哋一个一个讲 Happy Birthday， 咁样呢最仲唔系喺今日喎。咁啱今谢主，我今日又分享喎，又讲到万灵喎，咁样呢今日一个弟兄，或者你哋真係冇发觉去，或者有发觉去，呢、这个弟兄呢係喺我哋嘅教会当中从开始洗礼，我睇住佢到而家啊，佢坐莫多嚟我屋企成日做查经班㗎，我哋好热心㗎，三个我萧传道同佢坐莫多，哇佢都係咁样嚟嘅时明又拍拖明结婚啦，甚至我煮埋嘢一齐咁样去享用一齐食噶。咁啊呢个位弟兄咧就系李文恩弟兄。阿李文恩弟兄可唔可以行出嚟啊？今日系你嘅生日，同埋阿 Michelle。咁样我哋嘅神成日系一个赐福嘅神啊。咁样有感动嘅，我做某某嘢。咁样咧又俾一个礼物去鼓励佢。之后好唔好两公婆出嚟啊？文恩，冇嘥时间咯，快啲哦。文恩同 Michelle。今日是去的生日，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要爱咩？欣赏人家。我都欣赏牧师，亦都欣赏大家弟兄姊妹。特别而家今日是咁啱是敏恩的生日，我们送一个礼物俾佢，之后呢叫阿萧传道为做一个祝福的祈祷。牧师啊，我们大家弟兄姊妹起立，我们高举手，你们知道阿敏恩都经过去好唔少嘅嘢㗎喇，所以我哋真係要多啲弟兄姊妹嚟到纪念佢喺祷告。
主，我好多谢赞美你，我系把你万恩夫妇同埋家人都交托，愿主每一日都看顾佢，你恩典每一日都足够去使用。主，你继续使用呢个弟兄，好叫当初我哋认识嗰时候啊，嗰种冲劲，要继续嚟帮助你带力气，带两个啊起嚟一家人都系啊跟着主你脚步而行。使起两个都能够是个全福音的管道，继续来祝福他们，在你呼求的时候，主啊，你就应允他们，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你就继续来施恩他们，把他们再次交托仰望，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是不是我们给主一个热烈的掌声，让神大大赐福阿敏恩和阿 Michelle 和他的女儿，是不是？我做一个 slide， 麻烦放 slide。 今天特别多祈祷啊，我们真的很需要祈祷来到支持。头一个 slide， 经文的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有没有？有啊，在那里，是不是？ OK，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可为神的善良、顺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我们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有得讲，若有人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了，都变为新了。 Amen。 所以我们的神呢，每一次都是做紧新事的。 Amen。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你看到啦，咁多间教会开了，从一间开，跟住去太平啊，又金宝啊，又 Money Mon 啊，又 Dino， 不断做新的事。咁样我哋东宁嘅学校呢，我哋呢一个校长呢，喺我哋嘅牧师亦都做緊新嘅事喎。点解我咁样讲呢？你睇到啊，好多新嘅讲员啊被兴起啊，係咩？睇到嘛，曼柠檬哇，因为点解佢哋喺呢个东宁嗰度备受训练啊。你估咁容易啊，放一个人讲台喺台上，你估咁容易安排啊？佢经过祷告，主啊，你点样嚟到建立呢啲人呢？咁我哋读咗咁多课程，你唔放佢哋出去嚟到侍奉，点样被建立起嚟呢？咁样呢，呢一个 Money Mon 呢一个教会被成立呢，都好感谢主，成为一个平台。唔系淨係 Money Mon， 我觉得太平啊、金宝啊，甚至呢一个 Dino， 都系一个平台。每一个平台呢，神所开嘅都系做緊一个新嘅事。点解呢？因为我哋嘅牧师睇到一个异象，大家睇到一个异象。咁啊，跟住个意象，神俾嘅意象咧，跟住神嘅心意嚟到去行咧，我哋去成日宣告讲，三年里边我哋要睇到大丰收，大家讲大丰收。我哋唔系净系睇呢个三年嘅里边，弟兄姊妹，我哋日日都要睇大丰收喺我哋嘅生命嘅里边 ，amen。咁喺呢个大丰收嘅生命嘅里边咧，我哋明开始改造，明开始改变咧，并睇到咧点嘅样咧，睇到呢个活点，我弟兄姊妹靓我啊！啊！你记住啊，呢个就系你啊，因为点解？我记得 Felicia 又跳咗个蝴蝶舞啊，哇！跳咗个蝴蝶舞啊，跟住我哋又讲笑啊，做咩冇一条虫走出嚟嘅？啊！都头先嗰个 slide， 我麻烦你去翻头先一个 slide 啊，你睇到呢个冇？一个蝴蝶，明定蝴蝶，佢又系咩？一粒蛋，啱唔啱啊？咁样烧钱度成日同嗰啲天乐人讲笑啊，有鸡先啦，定有蛋先咧？就搞到呢啲多啲婆婆啊，梗系有蛋先啦。咁如果根据我哋嘅圣经嘅查考咧，神做咩？从个地嗰度做咩啊？稻物先啊，又喺稻物正有蛋啊，又喺蛋正会有咩生产正有嗰啲 B 仔出嚟。咁啊，首先在耶稣基督里，我哋系新造嘅人。这个蛋你睇到冇啊？喺明辨蝴蝶嘅事，你同我初初信主，我哋明辨一个全新嘅人嘅时候，我哋系一粒蛋啊。后来呢渐渐又变成一个咩啊？一条虫，大家讲一条虫啊！所以嗰个蝴蝶嘅你跳舞噶，可以谂下嗰条虫啊！呢、这个都系一个神嘅创意啊！咁嗰条虫行啊，跟住咧，佢去到一棵树或者一个叶啊，佢就黐住，扑巴嗰个叫青色嘅黐住嗰度，黐住嗰点样啊？
慢慢慢慢变啊，嗰条虫喺入边嗰度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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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捆到跟住咧，成两个礼拜入边咧，佢仲慢慢点咩啊？增展落去出嚟咯，增展咗出嚟咧，我咩啊？挣扎噶，佢出嚟好似 BB 仔出世咁啊，要挣扎，挣扎咗出嚟，佢变咗一个好靓嘅蝴蝶，可以飞啦。嗱，今天早上弟兄姊妹，我想分享嘅系咩？系讲到我哋要改变，我哋要改造。咁啊 ，Simon 啦，阿 Leo 弟兄有分享咧，喺马尼翁，佢讲到咧，我哋要更新，我哋要改变，啱冇啊？当你要更新，你要改变，首先你爱愿意，我好记得噶，因为要愿意嘅心。当你有愿意嘅心嘅时候咧，你都需要信心，睇我信心。你唔愿意改变，冇人能够改变你噶，冇人能够改变你噶，因为神都唔改变你噶。因为首先你要将你嘅自己嘅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系圣洁噶，系神所喜悦噶。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啊？你嘅身体系圣灵嘅殿啊，圣灵住喺你嘅里边啊，系圣洁噶，系神所喜悦噶。所以我哋一定要改变，一定要变化。好似我哋唔爱做一个效法者 ，we do not want to be a conformer of the world， 唔爱做呢个世界嘅效法者。那是我哋做一个咩啊？变化者、改变者 ，we want to be a transformer。点解呢？最尾我哋改变开嘅时候，荣耀归俾边个啊？弟兄姊妹，一切荣耀归俾主耶稣基督嘅 Amen。我改变开唔系因为我摆靓，我改变开唔系因为我好威，我改变开系因为我要睇到耶稣基督嘅生命在我嘅生命，在耶稣基督里，我是新造嘅人，旧嘅嘢已经系过去啦。就好似呢一个蝴蝶咁样，初初我哋明信主咧，就好似一粒蛋咁样啊。OK， 重新啊，啱啱入到嚟，跟住咧点样变咗条虫啦？慢慢食嗰啲叶，食嗰啲叶。人哋讲啊，你哋祈祷会啦，嚟小组啦，啊，啱啱听神嘅话语啦，咪食食食下嗰阵，我哋要黐住哦，黐住嗰个树叶嗰度，要俾圣灵充满。大家讲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同埋等候同埋祈祷系好重要啊。你明释放出嚟咧，嚟到改变呢个世界咧，嚟到做小组，嚟到做服事咧。首先，你内在嘅人入边嗰个人啊，要刚强起嚟。你内在嘅人一定你嘅心，我哋嘅牧师成日讲要咩？擘阔啲，要改变。以前系小气，而家唔小气，而家大气。以前成日同人哋争吵嘅，成日闹交嘅，好中意。而家唔系闹交，你爱赢，俾你赢咯。你明我意思冇？你爱有金杯啊！啊，闹交又闹赢，我成日同我老公讲，你有金杯嘅冇？啊，银杯啊，金杯你拣啦，钻石杯都俾你，冇谓噶嘛。闹赢开就点样？你闹赢开，圣灵住在你嘅里边，会咩啊？担心啊，要咩啊？会咩啊？忧啊咩啊？抑即讲整到佢唔开心啊 ！Grieve the Holy Spirit 啊 ，OK？ 所以变啦咧，我哋要做一个咧，初初咧信开主，做一个虫黐住，黐住嘅时候点样啊？等候神，当你一味等候神，一味祈祷嘅时候，一味等候神咧，你明释放出去嘛，明变一个蝴蝶啊嘛，你一味俾神咩？改造你。第一改造，改造边方面呢？好多方面㗎，我读喺呢个加拉大书，我冇打出嚟第五章，就係、是、我哋嘅旧人啦。係咩？係啊，唔系嗰个呢、这个我哋嗰啲旧人係咩？又有金人啦，又有淫乱啦，又有污秽啊，又有邪荡啦，又有拜偶像、行邪术，有仇恨啦。仇恨咩？你做我初一，我做你十五成日都记住呢啲嘅，有仇恨啦。有争见啦，争见即系咩？闹交啦，有争斗啦，有记恨啦。你讲我呢句，我永远二十年我都记得嘅。你做呢个动作，我永远都记得你嘅。有妒忌啦，跟住又有咩？愤怒啦，愤怒唔够，仲有咩？劳怒啊，愤怒系好，已经系好唔好啊？劳怒系咩？更加咩？发好大嘅脾气、啊，跟住有咩？自私啦，以前嗰个旧嘅我吓，跟住咩？分赃结派啦，跟住愚端啦、嫉妒啦，跟住咧谋杀啦。一时我哋基督徒谋杀人啊，唔一定爱用手嚟到去攞刀嚟插噶。一时我哋背后讲到人哋唔好嘅嘢，讲到视为传人嘅嘢，都属于系叫做谋杀啦。你撞火个弟兄啊，圣经讲啊，你都好似谋杀紧佢咁样啊。跟住点样醉酒啦？跟住咩？好鍾意方言啊，方言之余好鍾意八 D 啊，跳舞啊 ，disco。总之呢个系以前旧嘅我，以前系肉体属肉体嘅，但系而家咧属圣灵咯。点样咧？
在耶稣基督里，我哋系新造嘅人。新造嘅人咧，唔系话呢个圣灵嘅九个果子咧，一下就逼晒出嚟嘅，唔会嘅，渐渐。所以咧喺呢个布巴，你变咗个宽嗰度入边嘅事啊，你系需要等候。咩叫做灵修？你就成日讲，你今日有做灵修冇啊？你俾圣灵修你，好似修枝咁样嚟到修你，唔好嘅嘢俾你剪。嗱，你今日咧唔好啦，你唔应该讲呢句说话。你哋祈祷有唔有一本书喺你嘅边皮噶？当圣灵同你讲嘢嘅时候，你快啲写，唔好嘅嘢写晒出嚟。求主帮助我，我系好少嘅写，你好小气。我好脾气好大嘅写，你脾气好大。我好嫉妒人嘅写，你好嫉妒。我好记恨嘅写，你好记恨。你知道你自己嘅软弱，你正可以改，你正可以渐渐改到好似咩？最尾变为一个好靓嘅蝴蝶 ，amen。但系你明改之前咧，你黐住嗰棵树嗰时咧，你知唔知道你有风险噶？两个礼拜啊，而家讲个真嘅呢一个 butterfly 啊，真嘅蝴蝶啊，你黐住嗰时，系两个礼拜入边嘅事啊，你知唔知道分分钟会俾其他嘢嚟到食咗佢啊？分分钟有大雨啊、大风啊，可以吹甩佢啊！所以我哋嘅生命嘅当中，被改造嘅当中，你当你等候神嘅时候，你分分钟魔鬼会咩啊？引诱你啊！唔好祷告啦，今日祷告咁多做咩？出去睇下戏啦！哎呀，唔好去圣教会咯！一年有52个礼拜，你 miss 一两次无所谓嘅。感谢耶稣，俾我哋嘅牧师一个新嘅看见。拜礼拜 miss 咗，跟住仲有咩啊？拜日 ，amen。但系有几多个拜一嚟补课嘅咧？你知咩叫补课冇？即使你冇理，你自己嚟补课。当你补课嘅时候，你系向主讲紧，我系好认识灵、好认真嘅主。我礼拜嚟唔到听到神嘅话语，但系我拜一，我一样要嚟听神嘅话语。头先讲紧啦，嗰、那个冒险嘅时期咧，你喺嗰度等候嘅时候咧，魔鬼会引诱你啊，借着朋友，借着一啲环境。你离开基督，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唔能够成全一个好靓嘅蝴蝶咧，就因为我哋唔够时间嚟到等候，嚟到俾主塑造我哋。我塑造噶，我哋嘅心情要塑造噶。嗰日阿 Simon Liu 弟兄有讲到，你冇被塑造系咪？二十年嗰个你同二十年过后嗰个你系一样啊。当你嚟到神嘅面前。被神慢慢改造你、改变你、塑造你嘅时候，你睇到当你有一日你变喺你个蝴蝶嘅时候，飞呀、啊、飞呀、啊、飞呀、啊、飞到去耶稣基督嘅时候，耶稣基督讲啊，你系我嘅忠心、信实、有良善嘅仆人啦。嗰时嗰个冠冕咧，完完全全俾你嘅 ，amen， 完完全全俾你嘅。但系嗰个塑造嗰个时期咧，痛苦冇啊，好痛苦噶。咩理由？一时神叫你。唔可以睇戏啦，多啲时间读经啦，但系你好瘾睇戏嘅，有时神叫你唔好出街啦，多啲时间喺屋企啦，安静啦。你知唔知道弟兄姊妹，安静啊呢个系一个好难学嘅功课。通常我哋人好中意出嘅，啱唔啱？呢度去呀，嗰度去呀，呢度讲呀，嗰度讲。但系安静真系等候神嘅时候，唔系叫你一日都唔出啦，嗰几粒钟你俾神啦，呢个系需要咩？锻炼啊，锻炼到一个地步咧。你真系一日唔祈祷都唔得，好似我咁样啊！我系中咗个 B 毒噶啦，一日唔饮个 B 都唔得。哦，哇！一唔饮啊，啰啰挛啰啰挛，未谂住个 B。我哋要嚟到呢个地步啊 ！God, I'm so addicted to you。我神啊，我好已经系上一瘾啦，对你，我一日唔等候你，一日唔亲近你，一日唔祈祷都唔得。点解神需要我哋亲近佢呢？因为从一个蛋。变为一个虫，从一个虫入去嗰个壳圈嗰度，慢慢咁样，我变为一个蝴蝶，系需要 process， 系需要时间。弟兄姊妹讲需要时间，但系嗰个时间，当你等候神嘅时候，系咪一切都顺利嘅咧？唔系啊，有一时有啲考验嚟，有啲试验嚟，有啲试探嚟，但系你要去坚持，大家讲也有。也有落去，坚持向前奔跑，忘记背后。当你忘记背后嘅时候咧，你睇到你嘅生命嘅当中咧，越嚟越似耶稣。Amen， 系咪会突然间你话我一信咗主啊，从一粒蛋，哎呀，我几似耶稣，而家我行出嚟啊，呜喂，我一祷告有风吹噶，系咪咁嘅意思啊？弟兄姊妹，唔系，系当你等候神嘅时候，当你有功夫，好似阿牧师成日讲啊，你多啲
寻求主。当你有功夫等候神嘅时候，聆听佢嘅话语嘅时候，愿读佢嘅话语嘅时候，勤读佢嘅话语嘅时候，用佢嘅话语真理藏在你嘅心里嘅时候，从你嘅内心一味咁样默用嘅时候，默想嘅时候，日日都读开。细蚊啲弟兄解要解释噶，你讲你读一神嘅话语，唔系读新闻提要啊，唔系咁啊。今日有咩新闻咁啊？算啦，你我读在耶稣基督嚟，我是新造嘅人，旧事已经。我咩叫在耶稣基督咩？你记得啊？情报之牧师讲过一个道目，呢个系你啊？比方讲呢个字系你，咁啊呢个系基督，你夹住里边，在耶稣基督里。你要在啊，唔系外在啊，系内在啊。当你在耶稣基督里嘅时候咧，你系一个新造嘅人。当你新造嘅人咧，你好愿意将你嘅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嗱，呢个活祭咧，就系耶稣基督咧已经喺2000年前为我哋献上啊，弟兄姊妹。你知唔知从一个无罪嘅耶稣基督从天上嚟嘅，降临落到呢度做一个人啊？之后点样到到30岁啊？33岁嘅时候，系为你同我钉喺十字架嘅时候，唯独咩？唯独改变我哋，唯独咩？你同我有一个永生，唯独咩？系要达到个目的，你同我越嚟越似耶稣基督 ，amen。咁样神嘅话语亦都有讲，佢都系做紧呢一个新事。佢做紧咩新事咧？喺呢一个约翰福音 ，OK， 3:16-17。神爱世人，他是不是做紧新事啊？他是不是更新紧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你哋、啊，神是不是做紧新事啊？耶稣做咩要落嚟啊？耶稣喺天上荣华富贵，好唔好啊？坐喺父神嘅右边，点解要落嚟啊？就因为睇到人冇办法翻神嗰度去啦。点样咧？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已经俾咗盼望我哋啦。你唔会灭亡嘅，反得永生。佢俾我哋永生啊，系咪做紧新事咧？系咪更新紧我哋咧？系咪改造紧我哋咧？跟住因为差他的儿子降世，不预定世人的罪，那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基督要我哋得救，父神要我哋得救，所以变开咧喺天上咧差派佢自己嘅独生儿子嚟咧，都系做紧一件新事，大家做紧一个新事。当你做紧新事嘅时候，你源源于好似呢一个胡子咁样，慢慢咁样被耶稣基督塑造。塑造嘅期间咧，一时弟兄姊妹同弟兄姊妹啊，大家咁样人哋讲下你啊，你都会唔中意噶，你知冇？人哋讲啊，哎呀，点解你咁样啊？你咁样嘅样啊？你咁咁粗鲁嘅，做咩你讲埋你咁嘅样啊？一时我哋会 hurt 噶，会唔中意。如果你觉得你会 hurt， 你又唔好用翻呢啲说话嚟到去。伤害其他弟兄姊妹，所以咧塑造嘅期间咧，我哋嘅话语好重要嘅，爱更新，爱言语，爱信心。你有唔有信心将你自己呢个身体再一次献上，一成为一个活祭咧？点解我讲成为一个活祭咧？你记得你入呢一个铺墓啊？你洗礼嗰阵时候，哇！你咁样成个人浸落去之后点样？哇！又起翻上嚟，就系咩？你旧嘅已经攞走啦，耶稣同你攞走啊！再一次你要复活，就好似耶稣基督复活，就系一个新造嘅你，一个新造嘅人，一个新造嘅人有一个新造嘅睇法，一个新造嘅意念。咁样嘅新造嘅意念系乜嘢咧？系带着怜悯，系带着恩慈，系带着谦虚，系带着温柔，系带着忍耐，系带着彼此包容。你知道咩叫彼此包容吗？你嗰一时牧师好顶我哋，好顶得顺我哋啊！一时顶我哋唔顺噶，不过睇到 we like we do we 耶稣，哎呀，冇理啦！咁我点样？你翻到去人猛咁同你祈祷啦，知啊，我搞佢唔掂啊！你改气啦，你改气啦，你改气啦！所以要彼此包容。当我哋彼此包容嘅时候，弟兄姊妹做错嘢、讲错嘢，唔好即刻责备去，唔好即刻讲去。你自己翻嚟祷告过先，就算你要教佢要讲嘅，用乜嘢方式，好舒服嘅方式嚟到大家彼此教导。圣经要叫我哋彼此献面，彼此教导，彼此包容，彼此嚟到祷告，彼此建立我哋嘅生命噶。如果我哋有爱喺我哋嘅当中咧，系最大噶信望爱。当你有爱喺我哋嘅当中咧，
能够咩呀？能够有信心嚟到改囉，能够愿意被改囉，能够愿意被更新起嚟。当你更新起嚟嘅时候，你嘅生命要 shine for Jesus， 你为耶稣基督发光。大家讲为耶稣基督发光，你唔系为你旁边嘅人发光，你系为耶稣基督发光。当你为耶稣基督发光嘅时候，你系咪一个改造者啊 ，transformer 啊，转化者啊，改变者啊？你已经唔系做一个效法者，效法咪你咁样做，我效法你效法，但系改变唔到。当神改变我哋嘅物，我哋嘅心里入边啊，一切嘅唔好嘅嘢嘅时候，我哋被改造，我哋可以出嚟，好似阿紫薇头先唱嘅，我哋可以赢得呢一个世界啊！首先自己爱被改造，首先自己唔认识自己咧，冇改造咧，我哋好加难啊，好难啊，出去改变呢一个世界。我哋成日讲啊，我要改变，我要改变，我要改变。但系点样改变呢？如果我哋内心冇被改变，如果我哋嘅呢一个内心冇改变，我哋所讲嘅嘢、所谂嘅嘢、所行嘅嘢、所说嘅嘢，都系好似你以前嗰个旧我咯。所以你爱呢个旧我出嚟，你爱呢个旧我咧死咧，你就要爱你嘅新嘅你出嚟。新嘅你出嚟咧，系需要咩？好似呢个蝴蝶咁样啊，浸在神嘅同在嘅里边，唱诗歌啦，唱诗歌你要赞你去啦，祈祷啦。啊，我哋嘅牧师成日讲咩啊？爱情歌啊叫，就爱情书啊。啊，你要唱歌嚟到赞美气。当你越赞美，越唱歌赞美，越祈祷嘅时候，将你自己嘅软弱交托嘅时候，你话神会唔会帮你啊？会啊！你估神知道你嘅软弱咩？你嗰条命明喐啊，你都知道你嗰啲你啲样啊，你啲软弱啊。但系一时我哋人啊，唔承认你有嗰个软弱。当你唔承认啊 ，you don't own up to it， 你唔承认你有嗰个软弱啊，十年、二十年，到你入嗰个棺材地都唔改嘅。但是当你知道你自己的软弱，你献上神，我不得你得，在耶稣基督里有盼望，我不会有死亡的，我有盼望的，在耶稣基督里我有永生。他给你一个永生是为什么？要你迎对这个整个世界，要你去传福音。所以我很感谢主，万灵翁教会呢被设立呢，是初初啊紫薇讲，紫薇和紫薇做的啊！头先我紫薇同紫薇做嘅，有阵时咧，我哋两个咧，因为佢又叻 computer， 我又唔识 computer 啊，咁样大家一齐咁样两个咧，我哋嘅牧师都经过祷告噶啦，放一个又唔掂，哎呀，不如放埋呢一个紫薇同紫薇落去做啦，所以又做出一个紫薇出嚟啦，系咪？所以而家我哋睇到，当神要我哋做新事嘅时候，我好感谢主，牧师咁信得我哋啊，你知冇？分分钟啊，搞俾呢两个姊妹啊，都唔知搞到咩出嚟啊！咁啊，萧传同唔同埋系男人，所以太平唔同埋有郑新弟兄，系咪啊？我哋呢两个哇，唔知搞到咩事啊！但系佢都好放心，因为知道有耶稣掌管，佢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有一个新嘅盼望，佢知道在耶稣基督里唔系靠咗我哋自己做，佢背后一味为我哋两个祈祷啊！哎呀，呢两个起啦起啦起啦，跟住加入咩？今日我哋嘅伊丽莎小组啱冇啊？我哋嘅蔡金龙弟兄啊，我哋嘅永泰执事同埋我哋嘅欧弟兄做开个小组咯，做开小组好感谢主啊，好多人去，跟住又唱歌咯，教我哋唱歌，唯独咩？唯独吸人嚟到小组当中，唯独俾你哋知道更加多嘅关于耶稣基督咧，亦都我哋要加入我哋嘅边个啊 ？Simon Liu 弟兄，好勤力去载人，你估唔容易载人噶？哦，去载人屈嚟屈去载人嚟到。小组嘅当中，咁啊唔够力，我系讲一个小组唔够力啊，唔得，乜嘢都系一对噶嘛，紫薇同紫薇咯，所以咧又搞到一个咩仁爱小组出嚟啦 ，amen。所以呢啲一切荣耀归俾主，点解咧？教会越多小组咧，咁样更多地方嚟到去 ，more revenue to preach the gospel， 更多 opening 啊，更多门啊，开开嚟到传福音啊，弟兄姊妹。所以我觉得。我哋嘅教会嘅当中咧，你跟着呢个意象行啦。我哋嘅主题今年咧就系成为神刚强的家。咁样你嘅家要刚强起嚟咧，我哋嘅心怀意念一定要改啊。老婆要顺服于丈夫，头一件事啊。第二件事，丈夫你要爱你嘅妻子，甚至好似基督爱教会咁样遗弃死。
跟住第三，做儿女嘅你要顺从，要顺服你嘅自己嘅父母。OK， 做爸爸嘅唔好允许你嘅儿女嘅愤怒。跟住咧，做仆人嘅即系做打工噶啦，你要一定顺服于你嘅老板、你嘅侍头。咁样我哋做耶稣基督嘅儿女嘅，我哋顺服边个啊？顺服耶稣啱唔啱？耶稣系我哋教会嘅头，之后教会嘅。既是教会的头，但是教会有按立权柄的弟兄姊妹，有按立谁？牧师啊、长老啊、执事啊、组长啊、副组长啊、事工领袖，全部都是权柄。如果偷偷地跟你说啊，这个奥秘的，你要看到教会复兴啊，一样东西我们要做，就是要彼此顺服，顺服基督，顺服于牧师的带领，顺服你的组长，你会睇到啊，个丰收啊，好快嚟嘅。我哋唔爱自己做自己嘅事，我哋要顾别其他人嘅事。好似阿敏恩弟兄咁样，你知道佢嘅问题嘅，多啲为佢祈祷。好似 Michelle 唔容易照顾嘅女儿嘅，要多啲为佢祈祷，关心关怀。当你有呢个爱嘅时候咧，我觉得你去变转变啊，去变化去改变啊，好容易啊。因为第一，你爱主。第二，你爱人。当你识爱主嘅时候，你好识得去爱人。当你识得去爱人嘅时候呢，你觉得你嘅身边嘅人得到改变。我哋系咪好鍾意改变人㗎，弟兄姊妹？你咁样啦，冇一啲改变嘅，信得住咁嚟，又系咁样，人哋咁样，我哋一你提人哋呀，一个手指人哋，三个手指仔指返自己呀。圣经成日叫我哋改变自己先。当你改变你自己，你会睇到你旁边每一个人得到改改咩？好艰难噶啦，改唔到啦。嗱，你个口都冇改咯，佢点样会改呢？咁耐嚟我识嘅都系咁啊，改你改唔到。头一件事，我问嗰个人：你有唔有为呢个人祈祷先？你冇为佢祈祷，你系要人哋改，你自己都改唔到，口都改唔到咯，唔改噶啦，唔改啦，好难改噶啦，好似个龙趸咁样啊，唔改噶啦。老老喺嗰度话个龙趸嗰啲肉鞋啲嘅，嗰啲七星斑嗰啲四条系滑啲㗎，好难改啦，唔改得㗎啦。边个讲唔得？唔系靠你，靠你为佢祈祷，靠你掂咯，你就对佢。你知唔知你爱一个人改呀？一时我哋讲话说话，一时我哋顶心撑呀，你知咩叫做咩？你咁鍾意顶我嘅嗰个人咪唔改囉。你改你个方式同佢讲话，锡佢多啲 ，love 佢多啲，佢鍾意食咩煮俾佢，鍾意咩你卖俾你，睇改唔改。是用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改变开来到改其他人， Amen。 不是用你的话去改去，不是用你的恶去改去，那是用你的内心的被改变被改造那个人来到改对方， Amen。 认不认同啊？我们要改变，我们要爱，继续这样来到愿意改，我们要爱，信心来到改， Amen。 弟兄姊妹，麻烦你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慈悲父神，主耶稣，主圣灵，我真的很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给到我们的教会的当中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有健康的身体，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他都有努力地来到跟随主。主啊，你继续地来到向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来到做改造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了，都变成新了。主是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给我们一个更新的思想，亦都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信心，你都知道我们能够被改造的是因为完完全全是靠着耶稣基督来到改我们的。所以弟兄们啊，我哋要心我哋爱意神的慈悲，劝你们啦，神嘅位再次讲，将我哋嘅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系圣洁嘅，系神所喜悦嘅。你们如此侍奉嘅事系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是要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可为神的善良、顺全、可喜悦的旨意。主啊，我完完全全将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交托，祷告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哈利路亚，神赐福给大家。